两遍三遍这样，都是很快乐的这样回忆。是谁？我头发怎么变这么苍老？我头发变好是吗？我是下一张这张，看一下我那张。你是老阿公哦？有是我的。再加几条皱纹。是我的。到现在影响就很容易看电视看到看一看会跑去看自然频道，然后什么生物探索之类，然后收取一些知识。到后来我在学校跟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可以讲出一些比同学还要多的东西。调整是比那一些察觉镜头还要容易。然后你到我的电脑里面来看，我的电脑里面它会跑出一个硬碟，是吧？摄影在孩子身上产生动人的成长与改变，从九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啊，你要到一。虽然有些孩子考试分数总是最后一名，但是当他们的作品第一次被展览、被称赞，第一次得奖和领奖，孩子真的能从中得到莫大的成就感。哪一种比赛我不知道。就是我拿上小队伍队的照片拿去比赛，就得到邀请回来。我妈还说，第二次得到就要请客。这么好哦。嗯。阿妈怎么会想要来请客？因为第一次得到就以前都没有。哎，这皮包掉了，不要了。先检查一下。电池、记忆卡那些的，或它的硬碟，哦不，容量够不够？好，走了。想要了，你还捡的。来，来拍一下这只大卷尾，它完全不怕我们，你看，离我们那么近，否则我们那么靠近它的巢，它一定会攻击我们。因为它非常的凶，看一下，等一下。来到学校后山，戴上耳机，固定好脚架，这群小学生不只会照相，还会拍纪录片。谢基煌积极为他们争取学习的机会。现在他们正在拍摄以动物生态为主题的影片，准备参加由林务局主办的自然生命印象比赛。因为其实参加比赛是一种肯定啦，也是给孩子一点压力。因为他平常自己在拍，如果没有刻意的去给他一点压力的话，他可能拍一拍会有点松懈。那透过比赛可以让他把精神跟注意力更集中之外，另外就是对他来讲会比较有成就感，譬如说得到一些名次，然后甚至得到奖金。有没有看到？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了，先拍到。有拍到我再确定。这边的有拍到。等一下，先拍到再靠，慢慢靠近。OK， 好，我们回去查一下，有可能是无霸。这边孩子还没有人去环过岛，他们很多时候也没办法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太远，因为家境啊，因为环境的关系。那我是希望说能够带着他们，然后去环岛，然后用他们的眼睛来记录台湾，而且所有的行程他们自己决定。那当然奖金的部分，我希望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啊，就是说每个孩子你自己去存钱，透过比赛，透过各种方式存钱，不要跟家里拿钱。自己来用自己的能力赚到足够的奖金之后，那我们就带他们去。太多颗了，掉一颗了。我就知道第一个掉出来就是黑色。来，好，我也好力，蓝的好了。张开厚实的臂膀，环绕着孩子。谢基煌一心成为弱势学生的身心依靠。你说白鹭鸶其实有很多种品种。放学后的电脑教室好像变成安亲班，因为谢基煌仍然留在学校继续陪伴孩子们做功课。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个我刚课堂上正常的课嘛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些东西需要下课会比较完整的课程，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个别的作品，
那个别的作品在课堂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么长时间去完成，那或者说还没有完成的，我们就利用放学的时候，就孩子也有兴趣啊，对啊，如果他们没兴趣，当然你强逼他们下来当然是没意义，可是他因为他们都很有兴趣，所以说就下来陪下陪他们，对，老师超级正常吧，因为老师每次就是有事啊，就也是因为会抽空来陪我们去超市拍照。好，先几种，来，这几种，先挑那个，自己先挑一个，有剩下怎样？对对，现在肚子会饿嘛？就因为很近嘛、啊，就顺便买给他们，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长嘛、啊，所以一颗都不够。通常我都两颗。好。关机收一收。我们上车，按照你的位置啊。先下车的人靠右边啊。做完功课已经六点了，从早上到现在，工作已超过十个小时。谢继煌虽然已经一身疲惫，但他还是坚持要亲自将学生们一个个送回家才放心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再见。我有一次跟我妈妈讲说，我们班里面有那个有那边的学生叫他干妈妈，结果我妈妈就突然讲了一句，那你也可以去跟你们系老师讲说，让他当你的爸爸。为什么觉得他叫你的爸爸？既像爸爸又像妈妈。温柔的是像妈妈，因为我爸爸也是八福。到了，再见。到了，好，拜拜。爸爸，谢谢你。好，你往前爬吧。对，最后你东西都要带哦。其实每一次出去，其实心里都会挂着，都有压力，因为孩子安全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每次都是总是最后一个孩子确定，回到家之后，我心才放下。想一下，你们现在要开始想了，去哪里啊？还想、啊？花莲。很粗。花莲。吉吉，我们去过几次？聊的吉吉很好玩的。除了台北县以外的地方，我都没去过。为孩子们开一扇窗，带着他们疯，带着他们玩，让他们敢做梦，也陪着他们一起用相机探索这个世界。谢继煌笑着说。自己当初的用意只是想让孩子们在生命中留下些许美好的记忆，但这些年下来，事实证明学生们的回馈常让他惊喜连连，甚至是始料未及，而这都是师生们心中最美的风景。虽然我有总统，但我不肯做总统。深夜开车啊，再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拿出我智慧相机在拍，然后相机就变成我的副业啊。一生中都要当着十棒的选手，如果有被媒体的教练所看到的话，就是媒体。我要去，最后去蓝绿双色。就比如说是医生啊，副业当然也有摄影师，当摄影师去那个中间心理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我就自己当摄影师，台湾世界走。我有一群很棒的伙伴支持我，那我有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很知足的小朋友，那一群支持我的家长，所以我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，那我的热情才能够继续。